那我们上个礼拜是礼拜天，是嘉义法华堂的这五色不动明王的这个大法会。这个教授夫人问我，师尊为什么没有在法座上讲五色明王有下降？他问我怎么会没有下降呢？我们是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，那个主尊下降的时候啊，师尊的脸都会变成这个啊不动明王的这个五色不动明王的这个脸呢、啊，都会变的。所以有人拍到啊，这五色不动明王的这个剑光像一剑一样宝剑，而且那个宝剑还是直直的，很多的这个射出来的那个宝剑呢、啊，剑光这样射出来，非常的直。啊，也有人很多人拍到那个这个波叶的光，啊，波叶的光。我找一个人来证明好了。啊，这个不动明王法会，你只要跟我讲，你看到哪五种颜色，啊，请那个红师姐，红素清。洪淑清师姐坐哪里？麦克风给她。谢谢师尊加持。你讲你看到的就好，但是不要讲那么清楚。就是五色不动明王的法会，我招请五色空琴母下降，然后也看见五色不动明王下降，就是他们合一，然后我和师尊合一，然后就是五色光明和大乐这样子。好啦，五色不动明王有五色五种颜色的啊，这个天女从虚空中下降，是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对。好，讲这个就可以了，谢谢、啊、请坐。啊，他是亲眼看见的，那么很多的波叶光照出来，那表示很多的虚空中的啊五色的那个所有的天女全部下降，包括这个五色的不动明王都有下降，是有的。